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宜兴观。我们看这幅画，这个在这个挪威奥斯陆啊，现在博物馆里面又重新把它挂上去啊，就是孟克啊非常有名的作品啊，叫呐喊了、啊。那么这个、啊、在很多的这个精神科相关的那样的一个议题里面都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画作啊，确实把现代人那一份的一个空虚啊，心灵上面的一个这个挣扎、啊、用这样的一个扭曲的一个人形啊，变色的天空啊，曲线中透露出那样的一个压力出来啊，哎，非常非常震撼的、啊。那被偷走两年了、啊，那为什么后来会重新失而复得啊？不，我们不知道。不过基本上啊，可能这个窃贼啊，哎，把它挂在房间里面，一天到晚看着这样的一个呐喊、啊，心境上啊很难很难平息啊。后来想想，干脆还是还回去比较好一点啊。这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也告诉我们说啊，假如我们这个电视啊，哎。一天到晚看那些会影响我们情绪很多的，那要不失眠，要不呐喊，似乎很困难了。那这个孟克的作品呢、啊，有这样子很特殊的，譬如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那种情绪的一个张力啊，精神的一个压力啊，是如此之大。我们看多一点人的时候，哎，画风会不会有些改变呢？这是两个人，那么好像是这个状况也蛮诗情画意的，在月光之下，跳着这样的一个舞蹈啊。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诗情画意呢？也不是啊。这个月光，透露一点点不安呢、啊，颜色似乎也是不是那么协调。更重要，旁边还有黑衣人在旁边呢、啊，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都会不时的出现呢、啊，那种心灵上的一个阴影啊，似乎是他画作里面呢、啊，挥之不去的那样的一个诅咒啊。哎，我们再把人数再加多一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另外一幅画，叫做《生命之舞》啊，《生命之舞》啊，哎，好像也应该是蛮欢乐的一个场景啊，哎，这个男女主角在这个地方，可是奇怪，又有一个闲杂人等啊，在旁边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看起来也是一样啊，搞不太懂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先从他这个画作的主轴来跟大家介绍起啊。理论上中间这个男女主角啊，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孟克，这是他初恋的女子啊，脸孔已经有一点点模糊啊，但是、啊、好像那种欢乐的场面啊，也并不是表达的非常非常清楚啊。那我们再从旁边的那些一起跳着舞的这个人群中来看的话，也更可以看得出那样的一个不安的、啊、曲线似乎是舞蹈的曲线，可是啊，贪婪的脸孔啊，透露出那样的一个不安啊，跟这个背后那种诡谲的氛围啊，反倒更让这一幅画看得更加人满头雾水啊。那更重要的其实是背后这两位人物啊，这两个人物他所代表的意义在哪里呢？他到底是在看什么呢？这两个人啊，一个好像是金发非常白色洋装啊，清新脱俗的一个女子啊，一个黑衣人啊，历尽沧桑啊，悲戚写在脸上啊，满脸忧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谁呢？这是年轻的，这个是代表的是孟克的妻子啊，叫朵拉。那么年纪大，这个另外一层意义啊，是他把这一幅画变成写着一个生命之舞的意思，好像是一个女性啊，从这样的一个青春到这样的一个年华老去啊，中间所逗留的时间事实上是蛮短的。所以即使是这样，好像跳舞这种高兴的一个画面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依然是那样的一个不安啊。尤其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啊，事实上维持婚姻只有两年的时间啊，这个朵拉后来这个孟克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拿着枪啊，不是要这个射杀这个孟克的意思啊，他要自杀啊。孟克跟他挣扎把这个枪抢下来的时候，还这个走火啊，伤到孟克的手啊。所以这个画作背后为什么这样子呐喊不安啊，其实跟这个画家的个性啊有非常密切的精神上的呼应啊。那刚刚讲孟克的画作女性的生命之舞啊，好像三个阶段的一个意思啊。确实啊，女生啊在更年期的时候啊，
会不会好像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啊？造成了、刚刚看到那样的一个沧桑，那样的情绪的一个不安呢、啊？其实啊，我们背后还是要对这个多加了解啊。当然，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啊，确实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个症状会出来，譬如说潮红啊，心跳过速啊，这个感觉上是心脏的压力啊，会不会造成心肌梗塞啊、冠心病的一个阴影啊，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压迫啊，造成腰酸背痛等等这个情形啊，这个相信啊，很多的女生在经过更年期以后，这个觉得心头上难以这个除掉的一个压力啊，那确实这方面的比例是会增加，因为雌激素的一个分泌减少的关系，而这个减少的一个速度又是蛮快的，这个待会会跟大家报告啊。那这种情绪上的一个反应，事实上也不止刚刚提到的这种这种好像是忧郁啊，或者是沮丧啊、不安等等而已啊，其实还包括脾气啊。譬如说是这个个性的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一个状况啊，好像一个脸啊突然间被分割成不同的一个脸型啊，有时候忧郁，有时候生气啊，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情形啊，是更年期妇女啊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当家里面有个更年期，又有个青春反叛期的时候，这个家里面似乎啊就需要更看大爱台啊，这个是情绪才能够稳定下来啊。那另外生理上、心理上啊，会互相的一个影响。为什么？生理上还有除了刚刚心脏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可能出现以外啊，还会因为荷尔蒙的一些分泌的一些变化，造成女性的一些器官上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尿道的系统或者是生殖的一个系统啊，都会使得它表面的这样的一个黏膜啊，原来的一个厚度是这样子啊，因为少了荷尔蒙的刺激以后啊，它会变得比较萎缩，所以上皮细胞萎缩的一个结果，也会使得一些功能性上会产生不舒服的情形，比如说上厕所小便的情形，那种灼热感，再加上尿失禁的一个发生的比例又增加的情形啊，这些生理的不舒服跟心理啊，当然就会形成一个不好之间的一个互动。而这个时间的一个长短，恐怕也是要提醒观众朋友，绝对不是三天两天啊。更年期我们好像一听到就是一个期，好像是假期、暑假这样的一个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到底它时间多长？我们请大家用这样的一个区块来给大家一个印象，这三个区块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意义啊。有症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有症状但不超过一年的，它只占大概18%而已啊。也就是说20%，四分之一的是蛮幸运的，症状很少，时间很短。绝大多数3%都是啊，时间蛮长，1到5年的有超过一半呢，5年以上也有超过1/4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绝对大家不能忽视啊！不要是以为说没有几天的事情而已，忍一下就过去，没有，要一忍忍个超过5年的，还有超过1/4啊。所以假如有症状的时候，就要请妇产科的医师啊来帮忙啊，这是很重要。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反正没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时间，忍一忍就过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雌激素的浓度啊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这是女生啊，出生以后到70-80岁的一个过程中，雌激素的一个浓度，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生育年龄的一个时间停经期之前，它的一个我们体内的血液内的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浓度都是维持在比较高的，可是到更年期停经以后，它就会下降的蛮厉害。而这个下降到多厉害呢？甚至于比男生的体内的雌激素的浓度还要来得低啊。所以必要有时候假如症状又很明显的时候，必要的补充还是需要。可是大家会想到会不会引起啊什么中风的一个机会增加，乳癌的机会增加等等，这个比例确实是可能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呢假如在医师好好的一个监测之下的话，不会形成太大的一个问题啊。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卵巢它的一个功能啊，虽然在青春期的时候变成停经以后的萎缩的一个状况之下，合理的一个补充啊，恐怕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免得吃了很多有的没有的这些健康食品啊，反倒容易造成另外一些问题啊。所以更年期从交响曲变成奏鸣曲啊，我们需要好好聆听它背后的意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